在那个楼底下，我估计应该跟这个楼有关系吧。6月14日21时许，内蒙古赤峰市一栋停工写字楼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，附近多名商户称楼内发现一具遗体，警方闻讯后立刻赶到写字楼并封锁了现场。15日，派出所证实楼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。然后这是个案件，我也没法给你透露，行，放心吧，我们再弄。